关于梦里的能量交流与正面梦境生活。传导作者马洛伊 Abraham。 在梦境中进行能量交流与得到高级存有的正确指引，这些事情的发生率正在成倍增加。高级存有的计划是保护人类和其他意识的能量环境。现在有部分存有已经计划好守护与提升地球星光层的能量场，让所有人在梦里有一个好的能量环境。一个好的能量环境 可以让大众更好地发展身心灵整体意识。目前梦境中发生的能量交流次数正在猛烈上升，这是一个表明人类觉醒速度的新浪潮，所以有很多正面星际种族都等着和星际种子在梦里相会嬉戏玩耍。正面存有的目的就是在于提升星际种子的意识水平。 在梦里的交流过程中，星际种子会吸收大量来自交流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流，这些能量流在交流中进入星际种子的以太体和星光体。正面的能量交流能够帮助星际种子尽快突破矩阵，并瓦解旧有的心智编程。有很多灵性智慧也会通过梦境中的星际种子带往现实层面。 那些灵性智慧被高级存有弄成能量信息包，这些能量信息包携带着耀眼的光芒，随即进入星际种子的以太体和星光体。能量信息包进入个人的能量体后，能量体就会自动解码翻译。因为在梦里与高级存有的交流，是高级存有考虑地球大局为重，自愿提供灵性智慧。 所以这些灵性智慧就没有密码。等到星际种子从梦境中醒来，就会记起信息。要做到信息解码，就得坚持提升自己的以太体和星光体的能量，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无法解码信息。能量体的光亮越高越亮，解码高级智慧的能力就越强大。 解码所涵盖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解码的智慧也会越来越深远。个人能量体的潜能必须联合高级脉轮与菩提体一起进行，这样可以解码或解读到来自宇宙深远之处的智慧，或连接到宇宙以太智慧层。梦境守护是一个进入人类意识的入口。 透过这个入口和自己的灵魂团体团聚是高级存有的其中一项计划。现在这项计划早已经展开。如果你感到孤单，需要陪伴，请在心里想象自己在梦里和灵魂团体的成员聚会，或是临睡前邀请自己的灵魂团体来梦里与自己相会，让梦境中的相亲相爱滋养你心灵。 当你在梦里与自己的灵魂团体成员相聚时，你会感觉到天堂般的能量正在包围着自己。让天堂的能量透过你和你的梦境成为现实，只要有意愿就可以在心里或梦里许愿。我们也可以像天使那样去守护自己的梦境。 可以在梦里去主动连接并疗愈梦境中的环境和低级存有。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梦境守护者，不过在此之前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星光层确实有很多存有的能量让人感觉恶心，也有很多存有在梦里等着吸食别人的能量。如果你能够像天使那样无私奉献， 也可以把自己的能量奉献给他们。一个守护者就会给予别人能量，不论在哪里，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即使是在星光层，依旧可以去做疗愈和超度众生的事情。不要怕能量流失得太快，你可以和大小天使一起给梦里的人们做疗愈。如果确定要在梦里去给别人做疗愈， 临睡前就要记得连接天使们，否则自己会吃亏，而且也无法最快转化所有的负面能量。如果没有连接天使或其他高级存有，就在梦里做疗愈会精疲力尽的，可能一觉醒来会像住院部的病人一样，躺床上没力气说话。如果自愿成为一个梦境守护者，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梦里的生活可能比白天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会感觉梦境生活更精彩。在梦里请保持警惕，因为也有恶意的存有会攻击人的，还有负面种族也会在梦里蓄意安排陷阱，让某部分星际种子进入低等以太或低级星光层的某地方。蓄意安排的陷阱也是为了降低星际种子的意识水平，并趁星际种子感觉恐惧时，释放更多的攻击性引导编程在个人的能量体上，让部分星际种子在经历梦境后，性格变得更差，更容易愤怒或更容易恐惧。总之，在梦境中发生的事情太多，很多带着强烈攻击性的扭曲编程都会在梦境中刻画在星际种子的能量体上。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些蓄意的恶劣行径，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很久没有提升的感觉了，我睡觉很累，精疲力尽的感觉。因为现在能够觉察到梦境变化的人太少了，能够在梦境中识破其他存有的意图的人也很少，去揭露梦境中的恶劣行径的文章也不多。我们不能总是这样被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宏伟也扩展到梦里，因为我们是天使的化身。因为我们经历的生活是每天24小时，所以梦境生活对每个人都重要。因为我们的睡眠时间占了全天时间的小部分，梦境中的经历也是生活。不想错过更多的美好，请经营你的梦境生活，让你的梦境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是主导，如何主导自己的梦境，我相信很多人从未想到过。但是，如果我们确定主导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就要主动主导自己的梦境时间，让自己的梦境生活变得更精彩。邀请更多精彩的交流在自己梦境中发生，这样做你是在规划自己的梦境生活。是否愿意成为一个梦境生活的管理者和主导者？自己决定。梦里的我和现实的我同样是我，我们有管理自己的权限。不论你是否知道，从这刻起做个天使存有，因为天使存有每天随时随地都在管理自己。让我们像天使那样生活。同时，请在梦境中保持观察。某些人在梦境中能观察到能量层的变化，并能在梦境里保持警惕。让自己活跃的心智体在星光层四处学习交流。不管在梦境中遇到什么画面，都要做到把控好自己，在梦里能保持没有任何评判，看见知道梦境画面的目的。在梦里看见自己的意图和别人的意图，能识别恶意制造的陷阱。这就是能够全面管理自己的梦境生活。我们现在需要创造正面的梦境生活，所以邀请天使与其他高级存有进入自己的梦境，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正面的梦境经历会提升我们的意识水平，让我们以更快速度步入扬升阶段。而且在梦境中能学习到更多的灵性智慧，所以这是一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创造正面梦境生活所必须有的。让我们和天使们在梦境中抱团互动，让自己主动去创造正面的梦境经历。是否愿意主动引导自己的梦境生活，取决于你的一个决定。学会管理自己的梦境时间，学会去掌控自己在梦境中的情景，用精力去营造良好的梦境生活，这也是觉醒路上的一种发展模式。不是等到以后自己强大时，才去管理自己在梦里的表现，不是等到强大时，才去营造良好的梦境经历，而是现在开始就去营造正面的梦境经历，要有意识的去创造自己想要的梦境生活，因为你远比想象中的强大，因为你有天使的面相。现在就让我们与天使们抱团生活吧，因为在梦里天使离我们更近，喊喊天使，他就来了。很多人就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原有的负面想法，还是后来经过刻画增加上的扭曲编程。我只能说意识水平达到某种阶段就能分得清楚了，因为刻意增加到个人能量体上的扭曲编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走觉醒路难度增加。这个刻意刻画创伤或攻击性编程是透过地球的电浆能量进入个人的能量体，每天随时都会发生。蓄意的创伤或攻击编程在心里不断冒出，无法立刻转化或无法马上辨认是刻意冒出来的。我能说的就这些，现在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出现就好。谢谢收听，感恩祝福。